特所的朋友都回来了没？还没。还没有，我们等一下下。旺旺。听说你们才从金门回来呀、啊？我看你们的职业是游山玩水是吧？真幸福啊！职业游山玩水最幸福了。啊哎！哎，陶姐嘛也是。陶姐小孩哭，那个哭哪路的？哎，你们那边的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们这边也可以到前面来。啊，这样很好。是哟，其实可以出来呢，这个雨不大。啊，全部出来，全部出来。好。啊，都已经出来了，都已经出来了。是哟。好，很棒很棒。这个老师处女座的很龟毛啊。太水，我是射手座的。来啊，来一个。是哟。
水要上过洗手间。对，如果走水路就很刺激了。不会，一样可以走，但是比较有风险。你们这一团的真的很调皮的，超级调皮，这个。
户人家，在左边吊桥的下方捡了一颗，卖了85万。结果下半年又在我家的下方又捡了一颗，卖了35万。进去就把伞拿掉了。好，我们在扁湖底下来一个合照。这边要照，刚刚前面的朋友问我都用，他为什么不戴安全帽？我说我们这边戴了安全帽会开罚的。出去外面就要戴，这边不用戴。好，我们全体照来。前年的暑假，我们这边发现了黑熊，结果呢，有一个女生啊，当天的下午就发现第二个深潭呢、啊。OK， 好了，就把咬人狗的叶子拉下来，这么一直看，不得了，痒的要死。结果呢，有一个人经过了，你是怎么了？你怎么糟蹋成这个样子？我在这边跟大自然和平共处，就在那个叶子一插，你看我的大便好像生命。结果那个人，日本人灌溉955，对不对？孙运璇先生灌溉2550公顷，多了将近3倍，有没有很伟大？所以。你们靠近水泥边哈，站在水泥边比较安全。我们在前面讲一段故事。好，靠近水泥边，靠近水泥边，靠近水泥边比较安全。好，来来来，我来介绍一下。看我一下，耶、yeah! ！OK， 走，我是边摄影边拍照。水哦，好，边摄影边拍照。好哎、欸，有精神哎、欸。好哎、欸，前面有个大平台等我。一定要这个样，用飞的，飞过来。前面大平台等我之后，我们就准备玩水了。没有关系，去碰个冷泉就好。啊，老师又来了，老师又来了。没有关系，碰到水就好了。这边的水很有能量的。这边的水多有威力，你知道吗？72岁的大哥哥来这边泡他3个月，就娶28岁的妹妹走了。嗯，你来干啊？72岁的老先生来我这边泡3个月的冷泉，3个月以后跟28岁的妹妹离家出走了。
你们摄影。好，不下去的就直接往下走了，回家了哈。要下去的要下去。不要搬那个危险，他那个会搬下石头下来砸你。这个石头都很稳的，因为有底下有放水泥。是人工的还是？人工的，我弄的。你弄的？妈的，已经被破坏的不行了。我最近我的导览解说员又帮我补强一下。太陡了，这个要重新调整。好哎、欸！踩石头街了，踩石头街没有问题。哇，姐姐很厉害，很稳的。这个底下都有水泥定的哈、哦。下来比较困难，上去就简单了。掌握时间来拍照啊！这个是网红网美拍照的景点。是哦。耶，好。老师来喽！耶耶耶！一家亲来哦，一二三耶，这边没有进来，等一下这边都没有进来，来了再来一次，一二三耶 OK。
老师跟我，耶，是哟。走吧。不好用就不叫多用了。那三只的是你哥哥？我表哥。这里的亲戚呀。全部都，我跟你讲，在这里。真的、啊、哇，几个军人，你也是军人吗？啊，好，来吧，全部都姐妹花。啊，五个姐妹啊，哇，得了啊，哇，你们怎么那么强？好了，好，哇塞，你是要帮书跑做广告啊，很讨厌呢，帮书跑做广告。你们是偷懒，根本没有动，是不是？我找到了，啊，手机找到了没？有，手机在你们家。啊，有，在就好了，在我家不容易掉东西。问题是我要联络自己吗 ？OK， 好，我们四周围都有洗手台，洗完手进去用餐。我们的餐桌在进门右手边的四桌哈。Thank you.